魔王的肥宅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兔兔魔王。今天要介绍的商品是我在大创找到的超便宜书压绘本，以及超便宜色铅笔组。这样的组合不到100块，然后呢，这本书虽然说薄薄的书压绘本，可是它里面有很多图片。这一盒20色的色铅笔组只要39块，所以这样子两个这样子加起来，一个书压的绘本文具组只要不到100块就可以买到一个悠闲绘画的下午。那我们赶快进行今天的开箱吧。这个绘本本来就是一本书在卖的，所以我们不用打开它，只要翻开它。然后呢，这盒39元的20色色铅笔，我们只需要打开它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说，你看这边满满的色铅笔的颜色，所以可以让你尽情的去绘画。那我们马上来画画看这本可爱的绘本吧。首先我们先来选我喜欢的图画好了。哎呦，它里面有很多，看一下。那前面有介绍说各个的色铅笔啊，水彩色铅笔以及水性笔，还有原子笔。它一开始是说介绍最近的女孩子很喜欢就是去做一个涂鸦的绘本，然后呢它会让你心情放松哦，随意的去绘画。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漂亮的绘画的魅力吧。第一页有点难哦，我想要挑一个简单的页，来挑简单的一页吧。哎，每一页都好复杂哦。每一页都很复杂啊。有兔兔哎，可是这个好像也很复杂。我们挑城堡这一页好了，城堡感觉城堡比较简单哦。那我们拿出我们的色铅笔，然后开始来画吧。城堡的话我会选用金色的，城堡我会想要用金色的来画，或者是用星星，后面的星星也是很漂亮哦。来吧，涂涂涂。画了，手好酸哦。我决定下一次再继续画好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啦，好不好？画这个星星画到我有点累了。我们就先画到这边，下一次我再另外录一个，就是我专门画这本着色的书压的影片再给大家看好了。如果你还喜欢的影片，也欢迎你订阅、按赞或是分享给其他的朋友，加入我，成为了子民，让我们一起征服世界咯，拜拜。